大家好，今天俺们给姨送到游乐园了，可是讲到那半天全都被俺接回来了。是啊，主要是因为他说话老是听不懂。嗯，一般搁家里他想尿的话都会跟俺说，然后俺给他裤子脱了扒扒他。这讲到学校给老师接触，人家也听不懂他说的啥，急的裤子都尿湿了。所以干脆等到秋后再去上吧。中啊，他也就没有过三岁生日的，还小，再说了搁家半年又能省2000块钱学费。哎对了，在那一块地你准备都给他种成西瓜了？是啊，这两天不是学钢化，地里湿也进不去干活。中 啊，我去给他裤子换换，一会儿咱俩去地里看看吧。好。姨姨，上学美不美呀？美。那咱还去吧？不去。为啥呀？但是不爸爸我呢。人家老师是听不懂你说的啥话。是呀，主要是这冬天也穿的厚，他自己不会脱。嗯。穿好了不？穿好，咱去地里看看吧。夏天呢？嗯。对了，恁学校那小朋友多不多呀？多。这些长皮有很多。那些小朋友很多啊。这句话我都听不懂。走吧，上地去。哎呦，你又来干啥了？我今儿个头晕眼黑的，难受的很呢，得去看病了。看病就看病呗。看病得花钱了。昨天咱去村里，人家说的很清楚，你要是正规渠道花钱，俺肯定得拿。但是你天天赖皮，影响太不好了，没有钱。哦，这看病还不是正规渠道了？你这一看都是装的。哎呦，医生啊，这生病了还是装的？你气死我吧你！妈呀，昨天人家调解员说的好好的，离家上咱家也不容易，来领俩仨孩子，让咱以后无以和睦为主，知道不？早给我钱，那能啥和睦了？我不走。爸爸不能听。你爸就有钱，你再给我吵。钱不能听。有钱就不听。我没有钱，你姨都知道我没有钱。还有，你没有啥事，你赶紧走吧。离家那上地，你别耽误俺时间了。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上了砖上我都拿个篮板喊你去，我看你给不给。你喊吧，你喊有人信你不？你现在你不知道自己是啥好日吗？医生，要么你先说脖子吧，给我先拿1000块钱，我后来先去看看病不？我这两天都买化肥给种子了，一分钱也没有，真是。那你别管着妈呀！离家走，咱上地去走。啊，那是铁线。那我生病你都不管我了？你要是真生病的话，那好劲吧，你去俺旺哥那诊所，你去赊药吧。过两天我去给你换张，这中了吧？上他那不中，我得上街上检查的，你知道不？你别搁坑我了，中不中啊？你再听我一点试试。哟，我才背你呢。你别坑俺了，中不中啊妈？你说啊，医生啊，我绞尽脑汁了，天天问你要钱，我也没要过来一分。这我生病了，我还是要不过来钱。恁爸搁我成那了，要不过来钱，医生，你是想气死我的是不？啊？走走，咋不让那个？走走走，昨天我一来你都关门，是不是？锁着门等咱上进去，妈，这不是俺过两年准备多种点西瓜，多种点钱的，你都别搁这一天到晚的搁到这要钱呢。不买了怎么？医生啊，我想看着你了。你买花你都有钱，你指这都有钱，指那都有钱，就是妈要钱的你不给啊？医生，你看说话如流水，你这是像有病的吗？我就是有病了，都让你给我气来了，我都上不来劲了。我跟你说，医生，你今晚要真见不过拿钱，你试着，我天天来问你要，你上了家我坐这不走了，我岂不是？你坐这不走吧，走咱上地里干活去。这不是，那像那块地俺包住了。过两年种西瓜的，我天天真是可忙，没有一点亏。哦，这你包年地都有钱，买这都有钱，这那都有钱。兄弟，你走走走，上地去。要个钱给他要，真要啥的，我啥都要不出来。我出来一个替我了。走走走走，上地。你要是真你，我就说了，你要是真不带劲，你手里没钱了，你去俺逛搁那诊所里，先给钱赊着，过两天我就给你还账，这中了吧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得上街检查了。走走走走，你这活可信度太低了，走上地上。爷哥搁村部时候说的好好的，今儿个他咋又来了？哎呦，咱以后就抱一个目的，要钱了没有，咱不搭理他都行了啊。看见他真是头疼的慌。别头疼了，咱研究研究这块地种啥西瓜吧。种黑莓仁的吧，那样的产量高呀。黑莓仁的吗？啊。那也种。那种的他们说比那种就是薄皮的还好养活的。哦，不过这两天这地下有点湿，这没有法下那个西瓜叶呀，是不？你拿着这天线柳找找根脚上。
结实。不用找根据，这块地都是人家俩。都是的。啊，这块地三亩地主俩。我那个爹爷我说叫你找找他。不用找结实啊。哼。这可不行。啊，其实这块地离俺家可近，你看，这是鱼塘。然后那都是俺家，挺方便的。对，什么人家上一点种的葱还有嘞。哦，这是上一点宝地种的葱，还没有连完呢。这挺安全的，种个西瓜也不害怕丢。你看旁边都是那种，隔针鱼人。这离咱家也近啊，咱都时时刻刻能看着。是的，是的，那边还有井，也方便的很。嗯，可以。这没法弄啊，这地有点湿是吧？是的。这地太湿了，啊？哦，还有菜，这是葱，这是葱，可以可以，就过两天吧，等到应该等到明天，这地都干了，咱下点西瓜一点，下点青椒一点，中呀，啊，这一大片可中，是的，看看吧，等到再过两三个月，这遍地都是西瓜，到，嗯，到时候请你吃西瓜，嗯，哎，那要不你去接学生去吧，这会儿也、哦、对也天都黑了，时间都到了，啊。你也去了，你给爸爸搁家吧。你也去接哥哥和姐姐了，你搁家吧。你等会儿你好对付那奶奶吗？万一那奶奶再来了啊？我那你领他去吧，给亲亲个搁这，我再瞅瞅这地啥好劲儿。嗯啊，今年这个选择我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反正是多尝试一下吧，就是准备多种点能卖的东西，像这个西瓜了，辣椒了，还有罗筛了。应该收入也不小，毕竟俺这四五口子人花项也大，收入小也就不中，尝试尝试吧，是不是？嗯。